你喜欢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很可爱。之前的恶作剧是你吧？如果你喜欢的人喜欢别人，你会怎么说？有些人觉得他很狂妄、自大又自恋，但在我眼里，他就是可爱。那你还喜欢他？没有他，也许就没有今天了我。大丈夫。